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次要为各位介绍的产品是烘鱼造型止滑垫。此止滑垫长19公分，宽12公分，可附着于任何的表面。首先将你想放置止滑垫的地方清理干净，清理之后即可放置止滑垫。此止滑垫可放置如手机、硬币、钥匙等各类物品，皆可达到止滑的效果，是一项非常贴心的设计。